谈感情遇到渣男，惨被关家中赏耳光。所以跟他谈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。他有把你关起来吗？那个时候他把我锁起来的时候，我想要走的时候，他就打我，他赏我耳光。我认识渣男很穷，然后他创业，创业完了他劈腿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”什么？什么？小燕有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